金湖上义海堤附近一座铁皮屋，11号晚上9点多经船火警，姓金金湖金沙两分队消防车火速赶往现场，并迅速扑灭火势，现场无人员伤亡，仅饲主饲养的鸡鸭约240只遭波及。晚上9点57分，那经过民众报案，在成功的那个上义海边附近有那个公寮火警，那我们第一时间总共出动7车17人，那抵达现场，那公寮已经全面燃烧，那我们抢救人员历时约5分钟即将火势做有效的压制，那整场所幸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一个伤亡，后续以热显像仪针对现场进行一个测温，进行场火处理。那消防局在此呼吁，在使用任何的电器应随时注意那个电线的状况，那如果有批复破损的现象，应该要找人做一个查修，以避免类似一个憾事一个发生。这起民众情处饲养的铁皮屋火警，共计出动金湖金沙分队各式消防车7辆，直一消22人，火警即燃烧铁皮屋面积约15平方公尺，未有任何人员伤亡。